这段时间呢一直忙着照顾牛奶了，球球和红豆他们几个毛孩子呢都没有洗澡，龙哥走的时候也交代我的，前段时间忙然后就没有时间，今天正好抽出来一点空，天气也不错，打算带球球和红豆去洗个澡剪个毛发，至于那几个毛孩子呢到时候我在家给他们洗就行了。好吧球球，今天咱们带你去洗澡好不好，漂漂亮亮的啊，小公主一样，嘿嘿，走走走。现在已经来到宠物园，咱们进去给他们洗个澡，走。对，那小的在地下捡捡猫腿啊。这个？对。这个估计得腿。腿啊。啊，听懂吗？行。他这个腿完之后得多久能长出来？一星期。啊？一星期才就能长出来那小猫吗？一星期是吧？嗯。洗完就漂亮了，干净了啊。小小，晚上好了啊。哎呀，弄进来。啊。挺好看。球球和红豆已经洗完澡了，红豆把它的毛也剃了，因为它的毛已经打卷了，不好梳理了，所以说就给它剃了。至于牛奶呢，因为现在还是在观察期，现在没有办法给它洗澡，等它复查完之后再问一下医生能不能给牛奶洗澡，到时候再带牛奶来洗澡。你看球球洗完澡多漂亮，走，咱们回家吧，走。